这次舒布县疫情与舒布县寨里乡三村的一家工厂关联度较高。疫情发生后，当地技术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，第一时间对相关场所实行封闭管理，对所有员工统一开展核酸检测，对核酸检测呈阳性人员及时送到定点医院接受医学观察，对密接人员和次密接人员在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，对厂区环境实行终末消杀。每天进行环境采样，及时掌握环境动态，坚决防止病毒扩散。